Hi everyone， 因为很多的你们想要看我更多穿搭的影片，所以我想说来拍一个 What I wear in a week. I'm just gonna start off on a very random day. Today is a Wednesday, I think, and this is what I'm wearing today. Today 呢要来包货，然后开会。我的货在这里，这是我的第二季的每日一丝英文正能量日历等等，那是不是很可爱？我还要剪片，剪那个吉他教学的影片，然后录音。这周真的是非常非常紧绷，但是 I can do it. That's what I'm wearing today. 我的项链呢都是 Maybell 的项链，然后上衣是 H&M， 我的牛仔裤是 Zara， 然后我的小白鞋也是 Madewell 的。 And I'm wearing my tote bag. This is a July tote bag and says sing along to your own tempo. 今天呢是新的一天，然后 This is my outfit.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can see. I'm wearing Tiffany 的西装外套，然后Brandy Melville 的 cropped top.And these white jeans are from Gap. Look at that gigantic bag. Hi everyone. 今天呢是 day 3，就发现还蛮多人都有问我说我这来的衣服是什么牌子的，所以呢，我今天呢就要找这件衣服的牌子的主人，也就是 Tiffany。我现在就在他的办公室。嗨，欢迎！这就是 Tiffany 的办公室，工作室啦，工作室。一年才会这么干净的一次。我们平常就会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进行神圣的事情，譬如说选择我们的衣服要用什么样的布料啊，然后什么颜色啊。准备好要下单了，下出去安排它在未来上架，这是我们平常在那边最常做的事情。Wow, sounds very, very interesting. 是不是 ？And very, very fun. Very professional. Okay,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我的 July MV 是穿你们家的衣服。对，因为而且你不会被撞。对，还有蓝色也很可爱。You don't have to live under the way of the whole world on your shoulders. I promise that you'll feel better when you. 我今天是打完了皮秒，所以现在比较素一点。而且我那天看到 Sage， 就是他就拿自己的娃娃，然后说是妹妹。哎，你有看到有啊，然后他就把那个娃娃在挂在他的背上，超好笑。下午茶时间， yeah! 我们上礼拜一起去台南，然后这个我跟你说，真的是就全世界最好吃的麦芽饼干，就是没有夸张，真的一点都不夸张。而且要黑糖口味，黑糖口味，我刚才已经吃了一个了。太好吃，而且它最厉害的就是它在第一天的时候是，我跟你讲，你可能拿它去粘你的牙齿都粘不上去那种。四天内保证不粘牙。七天内为最佳 Q 软赏味期，我觉得三天内是最惊人的好吃，后面就是好吃，然后再来就是 OK。这个是我自己私心，我自己觉得最好吃的凤梨酥。对，之前古娃娃它也是有选。这个，就它是做饼店的，然后就这样长得像一个小金砖一样，嗯哼，非常的 creamy， 然后它就是很松，外面像一咬就会就是碎掉的那一种。这很刚好很日常，都很日常。裤子呢？有，我有，真的是超级舒服，而且重点是它整个就是有那种宽裤的该有的样子，然后又很。顺，最好是直啦，真的像是你被装进对，真的是不管什么身形，任何人穿都超直的。然后上一次是之前12月的时候的，对，它是就是你可
穿小外套，嗯哼，然后呢穿条，对，穿条，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就是配这种高腰单，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好。对 ，Oh yeah， 然后我有裤子是长版的喇叭裤，但这个真的我跟你讲，穿了你会。真的下不去，我已经一个礼拜，他这个礼拜都没穿这件。好啦，结束啦，下次再来玩，谢谢你了，拜拜，拜拜。Hi guys， 今天呢我又穿一样的衣服，因为我今天要去表演演讲，想说就穿一个 MV 里面穿的衣服，这样大家对我印象比较深刻。这件呢就是 Tiffany 他们家的黄色短版上衣，然后我的裤子穿的比较不一样，我在 MV 里面穿的是 Zara 的牛仔裤，但是这件是 Bershka 的米白裤吗，它稍微的有一点点小喇叭，它比较属于就是宽裤 wide leg， 但是没有到落地的那种。 Please excuse this pile of clothes because去用我的头发 and it looks so good everyone， shout out to Holly Hair 的 Wilson， 我真的是受够我的头发，就是到后面因为又漂又烫，所以后面下面发质完全不行，我就是一口气把它剪掉。 This is a very simple crop top from Zara， 然后这个是 Paul and Bear 的宽裤， here you go， I really like itHey everyone， 今天呢我走一个素颜风，大家不要被我吓到，因为呢今天我并没有要去任何地方，我就是当一个宅女，打算把之前跟同事写的一首新歌把它录一录。 Ooh， let me show you guys a little bit of the song， I haven't started yet。 Okay， so this is the song， 然后我们把它目前暂时把它取名叫做向日葵，我们之前有一个 guide 已经出来了，那 guide 就是还没有歌词的版本。所以今天非常非常的居家， I'm just wearing a lounge set， 这个是 H&M 的，然后是一套的， super comfortable， 就是超级的舒服，它是有一点像毛巾的布料，反正就是很适合宅在家一整天， but you know it gets to look kind of cute because it's cropped and it's a matching set。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我们到底是怎么把一整首歌生出来的， let me know， 你们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maybe 我可以就是再录一个写歌的 vlog 给大家。 It's actually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like I always really enjoy the process。 好，我现在要开始录了。好，现在是早上的5:10。 Basically my duty my job is to finish all the vocals， it usually takes me a very very long time， 就是至少一定是要8个小时起跳去吧。Lead vocal 跟所有的合音都编好，然后录好，然后剪好，这样子给大家听一点点。最后一天的 outfit of the day， this is what I'm wearing today， 就是一个 little black dress， 然后一个 oversized jean jacket from H&M， this is from， where is this from， I totally forgot， 这是之前在美国的时候买的，然后配我的 Doc Martens with 我很爱的小包包。好啦，以上就是我的 what I wear in a week video，希望大家还喜欢。 Yeah， let me know what you guys think down in the comment section， 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我其他更多的内容或什么，欢迎在留言下面跟我说。 OK，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